奶妈。啊，婆婆。奶妈，爷，你等会耍的嘛？这里啊。啊，到了啊。人都没得。人都没得，还不是可以耍的农家乐啊？那啷耍嘛？走嘛，啥子都有。你看我这里的耍呀，那啥子都没得，人也没得。啥子都没得，我那干啥子啊？我觉得很安逸啊，你来呼吸新鲜空气，晓得不？我谢谢你哦。不客气。我搞得吧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，那可念不？你现在，不准撒气哈。我撒气，你撒气。你撒气噻。啊！你嘛。嗨。嗨哦。啥子？你啥子？你不要跑噻。奶妈，啊，婆婆，奶妈，好那个有喂鱼，还可以喂羊子那些。到时候做成农家乐的话，就是可以自助烧烤那些话，直接就喂到那里，然后要吃都可以直接在那里。还有鱼啊，里头养的还有鱼。你觉得那环境怎么样？是不是空气很舒服？那还有我们凉快噶。嗯。我带着椅子去看。冰箱我晓得那里还有个地方不？你没来过啊？哎，大河，前面是个大河。很安逸啊，我就觉得很喜欢的地方。我带进去看。干嘛？你那么有钥匙啊？那是我们老汉儿朋友他们那的，之前的时候那是他的老家，后头他不是租给别个了吗？他们就开农家乐，后头没住了，我们就来耍哈噻，我觉得很安逸，我喜欢环境那些，嗯，那时候后头那的，我觉得他自己可以来住，烧烤啊、农家乐啊、民宿那些都可以的，三楼你看嘛，我觉得很安逸，你看那些全部都是他们以前吃饭的包间儿。你要不把它租下来，我再给你上班，然后给你把它打整出来。你喜欢呢？啊你要不把它租下来，我给你打工。我今天跳绳去找叔叔借的钥匙，然后我说我来那看一下，我说你还好安逸哦，我觉得那个环境啊那些也好，所以说我就把你带起来噻。敢不敢？万一你想行动的话，我就来帮你，是不是很安逸？那你就是喜欢。好。干啥子要得？我还懂安逸啊，嗯。三楼可能还有啊。嗯。很高吧，然而他那里装修之前的时候，那里全部是空的，还没有搭楼梯，就看到王晨曦好高啊，没空调，空帐起来了。那里好像是他们之前拿来住员，就是上班他们住宿的地方。杨刚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过来嘛。你咋的哈？那个镜子至少我跟你讲，显示50斤，让你自信，是不是？又瘦又高。你1.8米了，我们是站姐。好瘦。你照妖镜。你给照相机啊，就区别嘛，现出原形吗？啊！哎，你说真的啊，其实还是可以啊，而且有那么大，从那高头下来的话，还是有好多个平方，还有几百个啊。哎，你说他后头，比如说拿来做那种，烧烤啊，或者是围炉煮茶呀，或者是现在就是那种很外嘛。嗯，对头，我觉得肯定还可以，而且那点环境好嘛。这是在一条河，但户外的话，必须要有个草坪，还要舒服点。我觉得好安逸。嗯。而且我觉得很凉快，风大那个环境。哎，你说可以拿来做哪种？还有没有那种就是很新奇一点？有没有？很礼物那些干啥？那里不是你准备咋子？你准备要做啊？来干啥子啊？我是想到万一你想做的话，我就有多一份工来打了，晓不晓得？我主要是看到环境好玩，跳出来看一下，万一你看起了哇？真的啊，给点经验噻。真的爱煮的，我晓得啥子了，我也不煮。我晓得你们做得行。走，不讲了，我带你去换钥匙。今天的旅游到此结束。我的烧烤啊。烧烤还没买，买的时候再说嘛。哎，之前他们就是在喂的鸡。哎，看那个罐罐是啥子哦？怎么装那么大一个在里头？胡子吗？还是啥子？好大个桶桶的。嘿，你啥子意思啊？发财！是你们啦，快点！你不要跑，王姐，你跑嘛你。哈儿跑！你啥子？你就只想要整我？啊！你干嘛打我？